各位你好，我系心斋，一年不生，万元放下。Humid 正式推出 AI Pen，呢一个系一款由 OpenAI 驱动嘅可穿戴设备，旨在取代智能手机。呢一家新创公司推出嘅 AI Pen，呢一款高科技技术穿戴式设备，价格系699美元。用户仲需要订阅 Human 嘅服务，月费系24美元，其中咧包括电话号码同埋 T-Mobile 嘅网络资料覆盖范围。AI 篇将于2024年初发货，并于11月16号开始预订，由一个方形设备同埋一个磁性连接嘅电池组成。而家我哋就深入了解 AI Pen 系点样嘅，佢嘅功能同埋佢嘅用途。AI Pen 可以实现照片捕捉同埋简讯功能，并且可以透过镭射投射机将视觉界面投射到使用者嘅手掌里边。佢仲包括一个类似 ChatGPT 嘅虚拟助手，旨在减少传统智能手机嘅依赖。关于 AI 编设计同埋颜色嘅一啲信息，佢有3种颜色，个设备总重量系55克。AI 编嘅突出特点集中喺设备嘅弧形顶级顶部。呢个区域可以容纳13MP 超阔相机光同埋深度侦测器以及镭射透影机。AI 片嘅镭射墨水显示器专为跟随手掌嘅运动而设计，将你嘅手掌变成文字、图形同埋 UI 元素嘅画面、画布。镭射投射机嘅工作距离系20至40公分，位于 AI 嘅顶部系个 TrustMate，至喺度设备运行嘅时候通知你同埋附近嘅人。呢个灯可以喺5种颜色之间转换，指示 AI 片正在执行各种嘅任务，例如绿色就表示喺度影相，红色咧就表示喺度通话，橙色咧就表示咪已经激活，白色就表示扫描活动。AI 篇嘅突出功能之一系其实时翻译嘅功能。根据公司介绍，AI 篇系会自动侦测周围所讲嘅语言，然后将你嘅话翻译成当地方言，以便你可以轻松沟通。AI 篇嘅功能同埋电池点样呢？喺引擎盖下边，AI 佩戴咗晶片，仲有 4GB RAM 同埋32GB 嘅储存。用 AI 篇拍照可以好快填满呢个空间。呢、这个就系公司创建 Center 嘅主要原因。佢系所有照片、笔记、列表等嘅主页，你可以使用任何 Web 訪問 Center 瀏覽器。AI 編具有用於蜂窩數據嘅 eSIM，仲可以支援 WiFi、藍牙同埋 GPS。電量方面咧，內建可以充微離子電，支援專為外品設計嘅無線充電。佢仲可以透過 USB-C 充電，咁樣 AI 篇到底係乜嘢呢？Human 嘅篇目標係簡化你嘅技術體驗同界面混亂嘅裝置唔同，篇係會跳過主熒幕，避免迷宮般嘅設定、帳戶同埋應用程式。呢、这個講法係好簡單，只係需要同篇圖聊天或者係觸摸篇圖，表示你想做乜嘢或者想知道啲乜嘢，設備就會自動實現啦。喺過去一年，
透過向聊天機械人發送簡單的文字命令，功能激活 Human 順應了這個趨勢，推出 AI Pen， 以同樣的精神打造一款裝置。該公司推出 AI Pen 主要目標是為了人們提供，讓我們重新和自己、彼此以及周圍世界保持聯繫的產品。現在很難說 Human 希望 Pen 幫助人們活在當下的願望是否會實現，但是它可能只是成為人們過於沉迷於科技的另一種方式，或者可以說 AI Pen 可能只能成為科技愛好者使用的設備，而不是一般人使用的設備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是心齋，隨遇而安，隨緣自在。